人妻梁咏琪超市买菜，亲自下厨绑住老公。这个气质背影是哪个大美人哦？没错，就是梁咏琪 Gigi。Gigi 一身休闲装扮，大叔颜，现身中环，偏爱西方面孔的 Gigi 和一个身高相当的混血男有说有笑的。咦，不过这不是 Gigi 的西班牙正牌老公 Sergio， 怎么是个山寨版的啊？Gigi， 你怎么背着老公和人约会啊？还不时被混血男逗得花枝乱颤的。哎呀，狗仔队被发现了。Gigi 看见狗仔们，不但没有怒气，还大方打招呼。Hello， 狗弟啊，快马上吗？好，好，好，谢谢。哎，我也要过来的。先前 Gigi 就说过，结婚后爱上和老公一起煮菜，不过挑来挑去怎么全都是在蔬菜水果区徘徊呢？小白菜、娃娃菜、大萝卜、番茄。 Gigi， 你真的是草食性动物哦。那你吃肉的吗？是啊，买菜的。是健康的吗？ Gigi 完满满两袋菜在路边等人，一直想和狗仔们 say goodbye。难道来接你的另有其人吗？出现了，出现了，这是 Gigi 的正牌老公。一下车就很有绅士风度的帮老婆放好两袋菜，还务必做到帮忙开车门， so sweet。 Honey， 我帮你买了好多菜哦。什么？半块肉都没有哦？想生马宝宝还是多吃点肉才能拼做人呢？